一个家就这样就可以合散。酒啊，酒能成事，酒也能败事，酒能助兴，酒也能败家呀。十四号丽英，你爸爸那么喜欢喝酒，然后因为喝酒家也散了，然后现在你的工作也是需要你喝酒，难道你没想过换一下工作吗？因为这是我姐夫开的店，我姐夫他们曾经说过，就说店起的可以了，我会有年底分红，怎么样的。但是我相信啊，到那个时候的话，我说自己赚钱了，我还可以入股。入完股以后，我可以再雇管理者，再雇经理和店长，好吗？嗯。其实，在喝酒的问题上啊，通常说男人爱喝酒，但在喝酒的问题上，男人就分两种，一种是什么？没钱喝大酒，越喝越穷；另一种是什么？能喝咱不喝，该喝时才喝。好。对，方哥。现在看到场上是什么状况？灯全灭了。我觉得我们大家能看到了，是一个在生活当中能给大家带来快乐的，像一个开心果的一个小伙子，今天表现得非常棒。谢谢你。好。